刘炳前中将，今天上午9:30在松山军用机场接受了我国的军礼欢送。我国的副参谋总长王多年上将曾经亲自到场送行，他们在握手之间传达了中韩两国加强军事合作的默契。王副参谋总长并且把刘炳前中将访华期间拜会我军政首长、参观我军经建设的活动照片和纪录片送给他作为纪念，然后刘中将带着我国的友谊踏上了归程。